钻圆梦来到这个地方，能够参加3100英里，感谢主办单位，第25届终于来这边了。我们希望能够代表台湾，能够重新一个新里程，希望后起之秀蜂拥进来来参加这个比赛，有意义的赛事，最地表最长的认证公路赛，谢谢。